来，现在要买魔毯啊！耶啦，他们有魔力。耶啦，耶好，面膜好。丝绸会变色。还蛮有趣的。下个呢？下路。这怎么过去啊？对，不能过去，他诅咒他们怎么过去啊？他给你把我拍的，咋？走过来，帮你们两位照。好，那个，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照。好，同时下手。好，一起来。水上皇宫这边啊，有很多小摊贩。哇，你不错啊，你都是这种劳动啊。还用这个工具啊，要看看呢有没有那个松的结。你看他们一个一个搭结嘛，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松的结。如果要松的结的话，就品质会不好。这个是第三个过程啊，这边是他们要烧那个羊毛啊。那为什么要烧羊毛呢？因为他们从外面呢要买这个羊毛线的时候啊，有时候里面有那个人造纤维，人造纤维。所以烧羊毛的时候啊，如果里面有那个人造纤维的话，就会烧掉啊。但是羊毛不会啊，这样这个低碳灰那个纯的那个羊毛。然后他们要烧这个羊毛的时候，它的背后就变那个有一点黑黑的，所以最后他们在这边吸一吸这个低碳。所以要四个过程啊，这边这个人要做低碳，然后这边修剪，这边要烧羊毛。最后在这边洗一洗，所以这样差不多需要三个月。Okay, before you see the carpets here, if you don't mind, may I ask for the drinks? Chefy, Shrey, Naicha, Naicha. Coffee? Thanks. Coffee? Coffee? Okay. Coffee?一米八乘两米七，羊八十米羊毛，便宜颜色，一个一个切。你在台湾的？
来，南台。把你看这个羊的哪？在南门。骆驼毛，骆驼毛。你看什么？在照片。这个骆驼毛。对对，我们国家是。600一个平方。OK， 这个。小丑，这个小丑，他那个这个小丑，这个小丑，这个800一个平方，800，OK？ 这个边边碗最小的，最小，这个最小的，这个加斯米羊毛，这个小丑，这个小丑。你看你看圆的，这个圆的，呀，大的可以，小的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你爸爸。甩饼，甩饼。哈哈哈哈哈哈。OK。这个1700。1700卢比。你看锅子上，这里面还有不能来收干。